寂寞笑呢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男朋友？我不就在你身边吗？久等了，开始吧。要不要让你啊？我可没觉得我一定会输。我告诉你一秘密，其实我就是叶秋。我赢你完全就是在欺负你。垃圾话有意思吗？全上得了，一起上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老这么追来追去太麻烦，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我有点需求，来吧。今晚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，赚大，欢迎常来啊。荣耀里比你快的没几个，40多年了。你看黄少天，说出来吓死你。有意思。好吧，再见。
我吃定你。